把这小花生啊，来个好玩的啊，漂亮，再来一个，得劲啊，溜达就完了，小移动，走起来。啊，得劲不？现在二人掌练这个练的已经是炉火纯青了。小蛋挞，走了啊，飞来的丸子，漂亮，小丸子，就是得劲儿，再来一个啊。小丸子，你打你那个筷子弄去，有不？有。那筷子就看小不好看不？白色的。啊，筷子看好看。漂亮，筷子好看是不是？